我们要做的是核心的练习，会锻炼到你的腹部的中间，还有你的下腹部，还有我们的侧腹部。那在练习的时候，只要是躺下来的动作，你都要帮我留意你的腰要贴住地板，不要拱起来。只要你发现腰或是脖子开始酸，开始紧绷的时候，请你先调整好你的姿势，把你的位置摆好了，再继续动作，不要让你的腰跟脖子做太多的负担。那我们就从暖身开始咯。我们先让身体来到高跪姿，两只脚稍微分开一点点，手臂往上，肩膀落下。我们要做一个呢很像身体侧转的动作，所以我们让身体先往你的右侧，右手就自然放松下来，所以你可能会摸到你的右脚或者是你的左脚。那两边会轮流，不一定要摸到脚，它不是后仰，你要想的是扭转过去，做的是你的侧腹部。那我们连续动作试一次看看咯。双脚分开，肩膀落下，右手下，左手下，右左右左，所以你可以摸外侧的脚或者是内侧的脚，可以找到小腿大腿，选择你要的位置，然后身体一点点向后就好，所以不是下腰弯的非常的多。右左右左右左，有两个，右左右左，回到中间，把手放下来。接着呢，我们将右脚往旁边伸出去，脚跟踩下来，脚尖朝前，两只手背在脖子的后方，臀部摆正之后，我们做一个扭转，向右侧是吐气，吸气回正，手肘向下靠近大腿也是吐气，回正，两边轮流咯。扭转，吸气，吐气，上来，扭转，回正，吐气，往下，让身体再往旁边转多一点点，启动你的腹部。所以不是只有中间哦，侧腹部跟着转过来，很像拧毛巾的感觉。回来到中间，侧腹部往下收缩，再回来，最后一个，右，中间，向下，回来。我们相反边，右脚收回，左脚往旁边，脚跟跟你的膝盖对齐，脚尖踩下来，臀部摆好，手臂往上，肩膀落下，身体扭转，回正，手肘下，回来，转，回正，下，回来。要想一下拧毛巾的力气，扭转向左侧，摆正，侧腹部收缩，回来，扭转，回正，下，回，最后一个，扭转，往下。身体回到中间，两只脚弯曲，我们来到坐姿，臀部向前，确认一下你躺下来还会留在垫子的上面，手帮我放在地板，手肘放松，肩膀放松，吐气，我们做卷腹，腹部收，胸口收，下巴微收进来，再把身体送回来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回来。我们准备停留在底下，手可以轻轻的放下来，两只脚抬起，脚掌勾，我们做弯曲跟伸直，吐气弯曲，吸气伸直，吐气弯曲，吸气伸直，再一个，吐气，吸气，身体回到中间，双脚打开来，大约是垫子的宽度，两只手往前，脚背放松，脖子跟你的背放松，左右动一动，摇一摇。那我们就要准备让身体躺下来咯。来到地板，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将双脚往上举高，脚掌勾起，然后脚稍微转开来外八，所以把你的内侧往外转，我要做的是往旁边打开，大概是垫子的宽度就好，双脚用力夹进来，我们做开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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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只要保持现在这个速度，不要变快也不要变慢，两只手帮我背在脖子的后方。待会我们是四拍留在底下，四拍身体抬起，准备好你的上半身咯，往上，上，二，三，四，下，二，三，四，上，二，三，四，下，二，三，四，上，下，再一趟上，下。接着我们把膝盖弯曲并拢在一起，首先留在后面，两只脚弯曲往下，我只要脚趾尖轻轻的点在地板就好，所以不要整个踩下来。那落下的时候，你的腰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。那有力量的人还是要帮我保持贴住地板。吐气的时候，大腿弯曲靠近你的身体，同时我们抬头，连续动作咯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身体往上的时候，我们做的是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我们还有三、二、一，留在上面，把你的脚伸直，再弯曲，往前方伸直，再弯曲，一样弯曲进来。我们做吐气，大腿靠近身体，吸气。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趟，停留在这里，把右脚向上，左脚放下来，脖子先放松，两只脚轮流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我们的身体跟刚刚是一样的，上来四拍，躺下去四拍，准备好喽，吐气往上，上，二，三，四，躺，二，三，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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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膝盖弯曲，抱着你的脚放松，左右摇一摇，双脚也可以放下来。身体左右动一动，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动作了，我们要把它串联在一起，会连着做两个回合。那中间如果你觉得腰背很酸，需要休息的话，可以回到现在这个动作，等到你身体准备好了，再接着练习就好。两只手背在脖子的后方，胸口打开，双脚上举，脚尖朝外，脚掌勾起，我们做开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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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半身准备，上，二，三，四，下，二，三，四，上，下，每个上来都是吐气，吐，吸，上，二，三，四，下，二，三，四，记得你有四拍可以躺下来。所以如果脖子没有很酸的话，请你用四拍平均的速度让身体来到地板。再一次哦，上，二，三，四，下，二，三，最后一趟，上，二，三，四，下，二，三，四，膝盖弯曲，抛物线往外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眼睛的视线都帮我留在天花板，下巴不要收得太多，要收的是你的大腿靠近你的腹部。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最后一次，留在上面，双脚伸直弯曲，伸直弯曲，往斜上方去就好。再两个，最后一个，准备停留，脚打开，脖子休息一下，两只脚轮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上，二、三、四，放松，三、四，上，二、三、四，吸，吐，吸，
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膝盖弯，脖子放松，手拿出来，双脚往上，脚掌勾，脚尖朝外开合，开合。待会呢，这一次我们会试着让身体上来。如果你脖子没有那么酸的话，手帮我留在地板，拉长就好。准备好身体咯，上二三四，下二三四，上二三四，下二三四，上下，最后一个上下。我们做抛物线，膝盖弯，大腿收进来，吐气，吸，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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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，停留，膝盖伸直，再弯，伸直，再弯，伸直，再弯，最后一个。准备两只脚打开，脖子放松往下，一二三四，上二三四，吸，嘴巴吐，下，嘴巴吐气，下，最后一个咯，脚弯曲抱着脚，脖子放松，左右动一动。接着我需要你的右脚留着，左脚放松，两只手抱住你的右小腿，嘴巴吐气，让大腿靠近你的身体，吸气放松，再一个吐气，放松，相反边咯，左脚弯曲，大腿靠近身体，放松，吸气，吐气，放松。我们让身体经过侧躺或抱着脚滚背坐起，两只脚弯曲，脚掌对脚掌，臀部稍微向后，双手向前，我们把头顶埋下来，往脚跟的方向去，让我们的腰跟我们的背做一个反方向的伸展，再一个深呼吸，吐气，回到中间，双脚弯曲，脚尖脚勾，左右动一动，两只脚保持现在这个动作，双脚分开来，双手向前走，你的腰，你的背可以跟着脚一起前后前后动一动，停留在我们目前可以的最远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吐气放松，双手扶着脚，让身体回来，回到轻松的坐姿，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，最后我们伸展一下脖子，头向右，左手向下，相反边，头向左，右手向下，两只手扣在后脑勺，头低低的，摇摇头，点点头，双手向前推，背向后，我们做一个深呼吸，往上打开双手，放松下来，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你透过刚才的练习有找到身体核心的力量，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